時咧，2015年咁啊，亨特咧經常安排爸爸拜登咧做一家烏克蘭嘅公司咧高層會面。但係咧，拜登嘅發言人為咗咧唔想啲醜聞影響自己當時啊同特朗普嘅選舉，就否認咗咧有關嘅指控啦。就報道咧，當年咧訪問咗之後咧 ，Twitter 咧竟然咧係限制用戶轉發，甚至乎咧喺原帖嗰度咧加上警告字眼，話有關嘅消息咧曾經引起爭議。咁啊，塔伊比咧就形容 Twitter 啦係採取咗非比尋常嘅動作，包括咧移除連結啦，加上可能不安全嘅警告字眼啦，就限制用戶透過私人信息傳播有關嘅消息。甚至乎咧，時任咧呢個白宮發言人啦，麥克萊尼啦，咁喺咧呢一個發表咧相關嘅消息之後咧，竟然 lock in 唔到佢個 account， 搞到白宮要出信去 Twitter 投訴添。嗱，因為咧